难道你不想过我少那点当我的全少？嗯，唐国平没有这样容易给你装买的哦。放不放人？你喜欢那个小孩是吗？哎呀，为什么你要受这样子的苦？难道他不知道这样做是错的吗？我们一定要先动手。除了我，你是不能有别的女人。是一个没有未来的人。我不在，我只想跟你在一起。得不到别的女人，也休想得到你。死掉！